64岁的郑文雅是1979年港姐冠军兼最上镜小姐，她多年来都有参与为言雅集的活动和慈善工作。虽然她已经识影，但是不时都会同圈中人聚会。日前资深传媒人汪曼玲在网上贴出和邓达志、郑文雅等人一起去到元朗观光和参与田园活动的合照。戴着太阳帽的郑文雅当日打扮非常青春，穿着白色运动上衣和红色的短裙，脚上面一对花长袜都很抢镜。在汪曼玲分享的相片中，看到郑文雅用淡妆示人，一直保持着少女身材。